俺男友沉重的爱，哇，心机甲，想想不用机甲是不喜欢吗？我还没有，差多少？送你，你别动，我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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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等，你们送我皮肤干嘛？追你啊！啊！我靠，主播闭嘴！不是谁记我号啊？笨蛋，笨蛋，看背包。你们够了，背包里能有啥？我了个豆！小杨被嘲笑，出门真是大舌头，出门百次遭到车祸，内心逐渐扭曲。不行，我没有的，你们也没想有。东东爱吃冰呗。原来东东杨喜欢吃冰淇淋，一种邪恶的想法在我脑海滋生。我开了个蜜雪冰城，专门吸引小杨。外表光鲜亮丽，背后刀人一击。可当蛋仔岛没有小羊时，引起了蛋警队长的注意，最终还是被抓包了。我好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就在即将入狱时，我自首，所有羊是我偷的。回想当初，要是大傻蛋给我抽小羊，我就不会误入歧途。大傻蛋不要啊，是噩梦吗？太可怕了，没有小羊太可怕了，赶紧给粉丝免费安排几个小羊皮肤。小羊我早有了就不抽了，所以我决定为了避免粉丝大入歧途，会随机挑选两位幸运粉丝分别送个小羊和杨幂。奇怪，昨天大傻蛋生日，可我却没见他上线。刚刚的梦好真实，难道是真的吗？他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？是啊，就是你自己做的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是谁？是谁在说话？我就是你啊。怎么可能，你个冒牌小贾。你打开我名字看看吧。呵呵，现在相信了吧，我才是你最真实的样子，以后叫我唐丽就好了。你快说大傻蛋呢。大傻蛋已经被我骗入平行时空，现在灵魂破碎，躯壳在医院呢。以后你只能在凌晨人机蛋中见他，想救他就找几位粉丝来跟我和僵尸博士单挑。好啊，单挑是吧？废话少说，直接开。大傻蛋救了我这么多次，这一次我负重前行，一定要拯救大傻蛋。每一次电文赛都能收集他的灵魂碎片，不过是开1000把罢了。等等，为什么我的队伍全是小羊，还被两小羊给撞下去了？呵呵，岛上所有的羊都是我安排的人机，你们队可有三只羊，要是这把你能赢，我倒立洗头。等着瞧，我一个人照样行。三只羊居然孤立我，好好好，看我技术。哈，没事，我传送贼溜。第二局唐丽为了赢不择手段，直接把我们丢了下去。好你个邪恶小蒋，一会儿决赛有你好看的，遭报应了吧。快进终点了，居然还给我捣乱，不是撞我就是想把我丢下去。不，你唐丽有什么实力啊，直接一个传送还不是全队过关。选颜色，这可是我的王图，黄色。哎，好好好，跌跌撞撞也是来到了最后一局。 BGM 走起。你唐丽还挺狂的，看我一会儿，等我捡动冰块了，打得你无法还手。这是什么操作？幸好我有回溯，咱们决一死战吧。好的家人们， BGM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没关系，我还有强劲的队友机器。你小蒋有什么实力呀？还是赶紧找粉丝去练练吧。老婆们，我技术真有这么差吗？有愿意帮我一起挑战邪恶小蒋夺回大傻蛋的宝贝吗？我是小蒋，那天在大厅吃苹果，突然被从天而降的小黑蛋砸中了脑袋。此后咱俩结下了孽缘，他带我打巅峰赛，坐兔兔车，夸我有点聪明但不多。你是搞什么？旷课跑外卖赚钱给我送小羊，没想到宝宝蛋30却累倒在我眼前。30，你醒醒啊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你刚刚说什么？瞧把你吓得，我装的真是装的吗？你看我活蹦乱跳，怎么可能会干？你个讨厌！走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不会又是答辩吧？不是带我去吃好吃的吗？怎么被关起来了？一脸懵。快放我出去！我 DK 妹都穿模了。蛋搭子一身反骨怎么办？直接做成菜，干了就不反骨了。妈妈呀，这是哪儿啊？感情你30是来整蛊我的？他来了，他光着身子，迈着矫健的步伐走来了。等等，这是啥啊？怎么还加水啊？现场版铁锅炖大鹅。超，怎么还开始转圈了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妈妈呀，救命啊！直接被干飞。感情我是被30忽悠进来，成了一道鸡块妹佳肴。好你小子，别被我抓到把柄。你还笑？出来有你好看的。怎么样，鸡块妹咬晕了吗？超，给我打的连妈都不认识。30宝宝蛋姐姐跟你何怨何仇？你要杀人灭口？超还来，姐复活了。
右西，让我看看刚刚是哪个小兔崽子想把我煮成鸡块妹啊。不是你怎么出来的，托你的福被你炸出来了。姐姐饶命啊，刚刚就是跟你开个玩笑。进去吧你，屁话真多。哟呵，这不是三十吗？呦呦呦，怎么被关起来了呀？姐姐放我出来。想得美，临死前浅浅给你表演个抠屁股。哟呵，这么迫不及待的要被吃掉呀？满足你，第一步洗蛋，三十石头里蹦出来都是泥巴呢，直接加水清蒸，煮红掌拨清波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我求求你了！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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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洗得差不多了，下一步把蛋打碎。姐姐我错了，下次再也不敢。你说啥大点声，我耳背听不见。 OK 啊，打碎的差不多了，直接放入锅里炒。这是哪啊，给我蛋黄都烤熟。加点小料，三十炒青椒、青椒跑了，问题不大，盖上锅盖继续炒。出锅楼放餐桌上，我爱吃三十。打不过就和解，真的超级推荐你们带反骨搭子来玩这张图。还有小飞机，回大厅后一大堆宝宝蛋跟着我俩。姐姐，你和三十是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三十救命，救命啊！我是小蒋，今天在大厅开拖拉机的时候，不知道哪里来的钩子，直接就是给我拖拉机勾飞了起来。我的拖拉机，好家伙，是你啊，三十，快陪我拖拉机，信不信我直接？不是，你告诉我地上怎么还能抓鱼？给他一个疤，他能在疤里做一个游戏，哈哈，你怕不怕？你开心就好。小杨收到了吧？谢谢你，男高蛋果然有钱。你喜欢就好。要是还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说。你今天不上学吗？我领了领了领了。我觉得奇怪，一路跟着他，没想到三十怎么跑去送外卖啊。他，我默不作声跟着他来到了学校。三十，你给我站住，你看看你个臭孩子，上一节课跑哪里去了？作业不写也不及时交。我不是的老师。那你说说你这两节课这么久的时间都跑哪去了？我出去办点事。还撒谎呢？那就罚你去操场跑个十圈，咱都快高考了，安安心心的考个好大学，给你父母省省心吧。我没有父母。这那更要为自己争口气，给我看看你身上是什么穿的外卖衣服。你这两节课逃出去送外卖了？为什么跑去送外卖？因为我想要小羊。就为了买个游戏皮肤？马上就要高考了，天天玩游戏真的是一点也不把本班主任放在眼里。别跑，有本事你别跑。妈妈呀，你拿着教鞭，我怎么能不跑？好了好了，下次再也不敢逃课了。孩子，要是有什么困难就跟老师说，别太累了，跑去送外卖这事就算了。我目睹了这一切，却心乱如麻。原来他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富裕，这是必有蹊跷。我一路跟着他。老板，这个小羊怎么卖？小伙子眼光真好，这是本店的限量款，几天后就下架了，打折6666蛋币。6666蛋币啊！老板，请等几天，我一定会买下，麻烦您帮我保留，因为我要送给一个很重要的人。神什么？他不是给自己买的吗？小蒋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小羊，你给我买的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你前几天不是送了我个蜜蜂羊吗？怎么又？因为你喜欢呀。我很开心，那你不要瞒着我了好不好？啊，我的头好晕。你怎么了？三十，救护车，救护车。三十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啊，是不是太累了？喝点水，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是小蒋啊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却唯独不能没有你。我是小蒋，今天在大厅吃马桶臭。天啊，大厅怎么有这么多只小羊？全是端端羊，羡慕死了。感情全刚毅，就我一个人冲了648，还没抽到是吧？不信邪，怎么是白嫖的染色剂啊？再来个十连。为什么还是抽不到啊？浅浅上个厕所，什么声音？去隔壁瞅瞅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等等，为什么厕所都有小羊？低谋了，怎么连健身房里都有啊？看看这是啥超大版羊妈妈和羊爸爸。心情不好去找三十打排位赛。
你是谁？我是三十。为什么连你也有小羊啊？我不仅有小羊，还有你最爱的水母。我恨你。怎么样，羡慕吧？滚！谁说女生力气小？谁叫你可以敲敲敲？你想要小羊吗？当然想。那我就大发慈悲一次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嗯，我一个十连就抽到了小羊，谁人也是拿白嫖的彩虹币得到的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求你闭嘴。别难过，那你巅峰夺一次冠，我就送你走。一言为定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高端局鹅蛋带凤凰。你别动。哇哦，三十大佬抱我，开局直接来个超级起步。结果你为什么比我快？我恨你。决赛你小心点，半路遇到个粉丝，直接抱起我送了个超级起步。默默爱你姐姐带你过。好像有点聪明，但不多。滚动一开直接过关，姐姐带你过关。第二关三十又找到我，二话不说直接起爆，可能是我太菜了，抱着直接被带飞。个毛，快快快，超，还好我手脚灵活。三十我恨你。你在干什么？咱们贴贴偷袭。关键时刻还得靠姐，顺利来到第三关。哇哦，我好多小羊，又是一个超级起步，直接给我干飞。为什么你三十又比我快？算了，老娘走累了，直接传送，简单过关。最后决赛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赢了这把我就有可爱的小羊。看到了没有？他好像有点智商，但不多。此时我正在帮三十清理敌人，没想到一不小心自己掉了下去。还好三十凤凰蛋实力在，保住了我们的冠军。但是一开始的约定我并没有获胜，还有点小难过。看来小羊是没有希望了。怎么不开心了？刚刚那局是你赢的，看来我技术还是太菜了。乖，不哭，一场游戏而已，以后你也会变强的。那小羊，哈哈，我可不忍心看你掉眼泪，快回背包看看吧，送你。真的吗？你咋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是小蒋啊。哇哇哇，谢谢三十，我的背包里不止多了小羊。我是小蒋，回到大厅后，在这浪漫的夜晚，十八岁宝宝蛋带我坐兔兔车，陪我看星星，这熟悉的感觉难道是他吗？他才十八啊，记忆中的男友跟我一样大。你好，我是三十，请问你是？你是傻蛋吗？刚前几天叫我姐姐就不认我了。姐姐，佑希，你小子是金鱼啊？蹲在一旁 emo，结果看到了奇葩的一幕。真晦气，遇到了个傻子姨，换个地方继续 emo。 你怎么不开心了？因为等了好久都没等到我男友。姐姐别不开心了，不是这个宝宝蛋怎么这么温柔啊，对我这么好，我会心动的。我带你去玩恐怖图怎么样？大晚上的，你是想吓死我吗？没事，弟弟保护你。姐暂且信你一回。快看后面有啊。啊，在哪在哪？你不要吓姐姐啊，快抱我抱我。你个胆小鬼，大半夜有什么好怕？嘤嘤嘤，妈妈吓得我快尿裤子了。没事，弟弟把我哭了。姐姐原谅我，刚刚是你没跟上我的尾气。你丫的还对我牛粪送花。为了表示我的歉意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水母吗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单抽一连就出了水母，而且还用的是白嫖的彩虹币，怎么样，羡慕吧？你没有。我恨你。咱们这是被传送到哪儿了？我敢说这张双人恐怖图你们不看到最后都过不去，因为我和十八岁宝宝蛋整整玩了三遍，终于总结了最快的通关技巧。首先来到这个下水道转角，一直往里走，可以找到一个红色的娃娃，整张图有点像迷宫解密的感脚，不小心可能会绕晕迷路。姐姐你手脚不灵活，还是等我去按钮吧。 OK 啊，机关已经被三十宝宝蛋启动了，咱们不要动，直接复位就行。复位后跳到这个转角，一直往前走。姐姐你撞我干什么？快说是不是喜欢我啊。我是没刹住车，拿到传送球一直往里走，开启下一个机关。姐
姐姐怎么这么慢？跟上我的尾气到下面来，这里的机关也都被我打开了，咱们重新复位，回到起点，跳入黑色迷宫。这里需要双人齐心协力，容易迷路。跳上这个石阶就离终点不远了。拿好缩小药水，钻入隧道，能够回到阿飘的老巢。我敢说，这是我玩过最有深意的双人恐怖图，好多机关都要两个人一起启动。最后跳入这个拐角会被传送到医生的密室，在医生的密室找到马桶上面的窗口，顺着隧道掉入下来，开启血水机关。这是一张最有深意的双人图，明明是双人地图，却只有一人能生。宝宝蛋知道选择左边的机关就会立刻死亡被淘汰，却依然把最后的胜利让给我。当我站上石墩石板升起的那一刻，我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，仿佛上一世也被某个人救过。石板缓缓下落，我却再也没有见到宝宝蛋队友。这就是胜利的代价吗？宝宝蛋，原来你在这啊。姐姐你哭什么？刚刚的恐怖图你去哪儿了？就是个游戏，我让你吃鸡了呗，别难过，咱们打个卡。不是，宝宝蛋，你靠姐姐这么近干嘛？咱们都快贴上了。我就想贴近一点。那就这样，不能再近了，再近就亲上了。糟糕，我咋心跳这么快啊？我可是有男朋友的蛋啊。我是小蒋，今天在大厅吃糖葫芦，突然身边走上来个黑蛋，我直接就是怼回去。看看这是啥啊，这穷不拉几的黑蛋怎么有兔兔车啊？我都没有。于是刚刚是我不对，果然他还是心软了，哈哈，坐上兔兔车的感觉就是好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对他说，谢谢小妹妹。我愣了一会儿，于是在这个浪漫的夜晚，我带他去突突泉。我问他，你多大了？18。男高？是的。不信叫声姐姐听听。姐姐，是谁死闷了我？右西，感情我遇到了个宝宝蛋，还贼有钱。然后宝宝蛋说要带我去个地方，我正在犹豫傻蛋男友会不会吃醋，可是一想到他上次跟别的妹妹在大厅聊天喝茶，突然来气，就爽快地答应了他。原来是这张图给这位无敌帅的男明星洗脚，眼前的男明星就是蛋仔食物的一生里爱吃小红豆的那个便秘男。笑死10秒后越发离谱，这绝对是我玩过最搞笑的图。开局就是先刮一刮他的腿毛，腿毛带刺给我蛋黄都摇匀了，越想越气，大傻蛋居然抛下我带着小妹妹跑了。没关系，洗脚前先把自己洗干净，然后还要上烘干机给男明星洗个脚，真的是上刀山下火海。我感觉自己被烤成荷包蛋了，为什么还要给我喷香水？我不嫌你脚臭就不错了，下一步就是放上洗脚水。怎么样，姐姐我带你来的地方有意思吧？有意思个毛，这么高的地方我都已经闻到脚气了，这些地上的剪刀不会是想让我 DK 妹帮你修指甲吧？这男明星道具倒是挺齐全的，最后跳上篮子还得亲手送到他脚边，这服务没谁了。咱俩都成上等搓泥蛋了。不是，你要扔我去哪？有个传送门，超，你跟老六坐着直接给我传送到洗脚盆里啊！我是被迫喝洗脚水的。不是吧，你个便秘男明星泡脚泡烂了还得让我吃你脚皮，这等好事当然要让给宝宝包蛋了呀。看他不太聪明的样子，还是姐姐来吧。不是，为什么这个这么大啊？为了宝宝蛋拼了。终于洗完脚了，出来后还惦记着宝宝蛋的兔兔车，没想到看到我刚刚吃脚皮这么卖力他又答应了。就在我窃喜的时候，没想到我是小蒋，傻蛋男友吃了披萨被炸后仿佛聪明了不少。哥那大厅一个一个的问男蛋，你有没有去过女厕？我正寻思着有哪里不对的地方，那傻蛋就走到我的脸上。真是吗？长点眼睛，我是你女友。他用那睿智的眼神看着我说，不，你不是我女友，我女友小蒋一天到晚穿DK妹从不换洗衣服。现在呢，他仿佛恍然大悟，没等他还手，我就是一顿狂揍，说谁不换衣服，说谁不换衣服。嘤嘤嘤，小蒋大人饶命，我带你去吃大餐。真是吗？这就是你说的大餐，信不信我揍的连你妈都不认？快来吃，好吃死了。啊！不信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刺激。
然后大傻蛋又说带我们去见见世面，咱们一行四人，他还带着两个冤种哥们儿。哦，这傻蛋怎么给我们带到了蛋仔公厕，震撼我妈啊！然后我眼睁睁地看着三个老男人进了女厕，笑得我表情都不会发，本来没抽到水母就难受，现在更怀疑人生了。让我去女厕看看他们那些老男人在干嘛，大开眼界，震撼我妈，马桶里生两老改蛋，还是在女厕，这画面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不是你俩搁这儿堵下水道呢？谁告诉我为啥两人一坑啊？是个牛叉的蛋贩子，膜拜一下。突然明白，刚刚大傻蛋在大厅就是抓了两个男老改蛋来女厕了，是吧？不是你洗手了吗？啊，抱我干嘛？超，这不会是传说中的男厕吧？啊，你们都看到了，我不是自愿来的，我不是变态。这里咋还有个维修中的？作者，你男女厕通知，两边都做得这么细致，你是不是男女厕都去过啊？然后通往这个马桶就被排出来了，下水道画面太美，你们自己去观看吧。这个傻蛋男友把自己关进去了，真的要笑死我了。有希，这是谁家男友这么蠢呀？来吧，我知道你想吃美食，带我去吃大餐是吧？别别别，吃吧吃吧，这是什么表情？好像不太喜欢啊。蒋宝饶命放我出来，给你买个包包。超，这个答辩追忆妈还给我自己创飞了，看你个傻蛋这么可怜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放你一马。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老改蛋哥们儿吃蛋糕这么卖力，最后通过这个马桶闯关就能看到天堂的金边马桶。笑死，浅浅膜拜一下，怀疑作者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，一起蹲坑通厕。不是，为什么我被你们挤成瘫痪蛋了？赶紧拉上自己的闺蜜一起来蹲坑吧。我是小蒋，妈妈大学的时候就生下了我，不幸的是父母离婚了，但上天给了个爱我的男友肖北，我们一起打卡，一起摘星星，一起拿皇冠，他弥补了我心中所有缺失的爱。直到有一天绿茶 DK 妹的出现，这一切仿佛都变了。这天我像往常一样约他打游戏，还为他精心挑选了礼物，没想到他第一次拒绝了我，本以为他比较忙会下线，但当我来到他岛屿的那一刻，我愣住了，是萧北，他怎么跟其他女孩子在一起？昨天给你买的奶茶好喝吗？好喝，谢谢哥哥。他是谁呀？这是我的新女朋友雪雪。那我算什么？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不要多想。那之前的都是假的嘛？真烦人，雪雪，我们走。我一个人蹲在角落哭泣发呆，有点不甘心，开了个地图疯狂邀请小黑蛋，没想到他进来后居然还带着雪雪，全程抱着雪雪过，我看着他俩玩不下去，直接退图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想看到你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萧北现在是我男友，别和我来抢他。大傻蛋，你会永远陪着我吗？会。那如果有一天我忘记你了怎么办？不会有那一天的。萧北，你可不能有事啊！脑瘤手术成功率只有1%，如果不手术，只有一年的寿命了。放心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我一定会找到治好你的办法。听说僵尸博士在研究脑瘤，他有办法提高手术成功率，但是缺少参与实验的人。于是，我再想想。雪雪，你能陪我演一出戏吗？昨天给你买的奶茶好喝吗？好喝，谢谢哥哥。真烦人，雪雪，我们走。哥哥抱着我，小蒋姐姐看到了会伤心吧？我心意已决，不要回头。最后一场戏，我也是时候消失了。小蒋最喜欢和我一起看星星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能耽误你。你还那么年轻，接下来的路还很长，就是好遗憾，我不能陪你。我是小蒋，今天在大厅吃披萨。妈，不是这披萨为什么会炸？
被炸了有点不开心，于是坐那发呆，结果看到了满地的水母。水母吗？更不开心了啊！我也想要漂亮的小水母，可是感情刚毅不爱我，连续抽了7个10连，全是一些我不想要的配饰，心情不好，开了一把排位赛，结果。水母吗？回眸了，感情这个世界就只有我小蒋没有水母是吧？就在我悲伤抠屁眼儿的时候，突然一个水母走到我脸上，怎么又是水母？看我一脸不开心，他趁机给我投了个炸弹。等等，这不是大傻蛋吗？怎么连你也有水母啊？水母这不是烂大街最容易抽到的皮肤吗？什么什么？你不会还没有水母吧？你个傻蛋，怎么运气这么好啊？我抽了好几个十连，一发没中。你怎么知道我单抽出了水母？而且用的是白嫖的6个彩虹币。然后开始在我面前秀肌肉炫耀，本来就难受，气不打一处来。我恨你，我现在就给你这傻蛋拉黑，穿水母在我面前晃辣眼睛。别生气，如果你也想要皮肤的话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哈哈哈。瞅你那傻样，你觉得我会告诉你？嘤，好你个大傻蛋，欺负我，我要向你妈妈告状。不要难过了，我赌10年不结婚的手续帮你出水母。看我还在生气，于是傻蛋男友又说，不要伤心了，其实爹偏妹没有脚气也很香啊。你看我水母没有脚，而且还会喷雾，一点都不好，狗都不要。你等着不要动，气死我了，你个傻蛋男友，免费出全侠。突然想到自己刚刚吃披萨被炸飞，于是你尝尝这个。你是不是因为我傻没看错的话，这个是收雷的。这傻蛋怎么不好骗呢？拿错了，是这个。这是啥？披萨。好吃吗？好吃到爆。来来，我尝尝。快吃吧。切，跟我小蒋斗，换上水母也没见你智商上涨。上次让大傻蛋假装女生很成功，于是今天又来让男友假装女生，看老男人反应了。这次绝不手软，告诉那些老男人这是我男友，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。 OK 啊，好巧不巧，素质哥居然在线，于是我撒泼打滚，让傻蛋男友换上了迷死老男人的 DK 妹。果然素质哥在老地方勾搭纯情女蛋，这次居然还换了个衣服，上来就问我俩帅不帅。你看看你长得这个熊样吧。见我俩不回答，直接就是 CPDD， 他个渣男果然不记得我俩。 OK 啊姐妹们，他现在肯定觉得我俩都是纯情女蛋，就很期待到最后知道我俩是情侣，素质哥会是什么反应，会不会当场见到他太奶。他素质哥还是一贯的作风，拉着妹子跑图打卡，开始勾搭纯情女蛋，不是这俩蛋什么时候过去了，为什么不等我啊喂。然后素质哥在我俩面前秀肌肉，说要展示身法，我是不信的，不信，这不可能。个毛，秀我一脸。然后我怎么也没想到大傻蛋全程开始卖萌撒娇。这俩大男人不等我，看我垫脚时来个热身，基础3段跳是吧，我最会了。前面俩大男人怎么开始装起了施工蛋？ OK， 轻松过关。他说向上3段跳什么意思，看不懂，直接垫箱子简单过。热身结束拿箱子3段跳， OK 啊，这题我会，简单垫箱子跳扑，侧边跳一次用一个箱子，简单数学题，给素质哥都看傻了。不是我就想问你，这个傻蛋男友这么简单的图不至于敬业吧，走一步一个存档，你这样会显得你很傻。失误，还是适合走传送。然后他带着我们一起拿皇冠，一起坐摩天轮，一起开小飞机。就在这激动人心的暧昧时刻，我突然来了句，我顺手开了把排位赛，结果他先是愣住了，然后手里不知哪来的炸弹对我俩就是扔，脸上还写满了仇恨。今天又在大厅抠屁呀，一个开着玛莎拉蒂的劳改蛋直接对着我脸，你是男的吗？我是你爸。
又喝，果然开着车就是拉风，不小心撞到个人没关系，继续演。不是你们撞我，干什么来碰瓷啊？你是男的吗？我是你爸。我飞，什么小破车，还没有我的琴好玩，无聊瞎逛。然后我发现了蛋仔岛的狗血爱情故事。又喝，这不是大傻蛋和素质哥吗？两男人有瓜，那我一定磕。一线吃瓜不要太爽，哈哈，大傻蛋喜欢的那个人肯定是我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这俩男人好上了，我一目了感情小狗是我自己。切，无所谓，一个人也能玩，是谁说双人图只能两个人玩的？简单洋葱圈，前面怎么没有路？无所谓，我会按按钮给自己造路，无所谓，原路返回。姐今天就是要证明我没有大傻蛋，素质哥一个人也能好好玩，这双人图我是过定了，不过我直播吃一拖答辩。这不是轻轻松松丑陋的走直线，果然姐就是无敌的，没有傻蛋男友拖后腿直接起飞。又呵，给蛋搭子准备的垫脚石拿一个走有大用处，也不知道那俩男人巅峰赛打得怎么样了，大傻蛋的三脚猫技术估计把把白给。前面没路，无所谓，我会自己铺路，铺歪了，无所谓，我会再来，捡起来对准位置重新放，又歪了，无所谓，你们怎么知道解出了水母来来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还有蛋没小水母吧？那我一定要在你面前炫耀一番。好消息，解单抽出了个水母蛋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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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坏消息是在大傻蛋的账号上，这个板真难放，随手一扔。果然刚毅还是暗恋我的，个毛，被这个羽毛球拍给拍懵了。无所谓，我会重新去捡新的台阶，是谁在观战给我点小心心。无所谓，我照样一个人能过关，对准位置放 OK 啊，一个人也是能够过双人图的嘛。等我出地图有那傻蛋好看的当着我的面跟老男人跑了，这板为什么竖起来了？无所谓，我会再拿。经过了我一个人的千辛万苦，终于搭好了第二个台阶，第三个跳到这个棉花上也是进行的很顺利啊，哈哈，简简单单，姐独自一人去下一关，有困难无所谓，我自己会出手。爬楼梯，一个人跳，无敌总是寂寞的。这里是电石头，没蛋搭子帮忙，无所谓，我一个人也会出手。加速施工中，无所谓，总有失败的，整那些完美的给谁看？没事儿，简简单单。有点难搞哦，无所谓，再拿一块。经过十几分钟终于上来了，简单射个箭，射箭当然一个人就行，反正那个傻蛋一无是处，来了也是废蛋。一个人打卡，一个人通关，让我回去看看大傻蛋跟素质哥那俩人咋样了。